快快快！啊啊啊！啊，收工！谢谢导演！啊，好，谢谢导演！在大街上了，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啊！功夫啊！所以说，你最好不要惹。那个，我今天就不跟你一块去了。跪下。以后，你能一直做给我吃吗？这招话，爸，我会在约定的日子里回去。对不起，小谷。坐。